有必要这么拼吗？加油！今天邀请六位来到南投鹿谷乡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进行三个测试，测试六位的实力。哦，两位队长会依据这三个来评估他要选哪位队员。第一个我们要测的是忍痛度，两两一组，三十秒看可以跳几下。两位挑战，卢雪瑞、慈妹挑战，三十秒，于北 ，Go！ 我他们在不同时间。哇！雪瑞，跳！一次！可以！哇哇哇哇！要十四下了。哦，真的很痛哎，看了就好痛。三十秒过了没？过了三十秒。加油！啊，没有。哇！啊，你平常是有在跳的哎。超强。你平常有在跳哎。卢学瑞，五下。慈妹，十三下。十三下。好，可以脱掉。这两个真的是东洋大战哎。限时三十秒，于北 ，Go。小峰峰。有必要这么拼吗？加油！最后十秒，哇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到！哇！给绿，要给绿茶一个热烈的掌声！来揭晓成绩，丰田五十下。绿茶五十一下，哇！天啊！来，限时三十秒，预备 ，Go！ 一、二、三，啊，没有，二而已。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啊，四下，四下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二、八。最后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啊，这回是雷了，不是我的了。大天成绩二十四下，不错哦。啊，好痛！曾韵凡十二下，我怎么不是在你们那一组？哇！